Sparta naar Vojnje. Inmiddels helpt van dit een handje mee door op deze puurbal tegen.
Thank you.
观众朋友，获得这次上海杯国际友好城市足球邀请赛的第五名已经决出来了，是联邦德国汉堡市足球队。第六名呢是日本的大阪市足球队。三四名的比赛将在今天晚上进行，这是由横滨足球队和咸宁足球队七号左传六队包括最后一停过了地点，我守队也射门。欣赏一下十五号秦国荣过了守门员以后直接起脚射门，球进了。这个球是十五号秦国荣在禁区外边得到球以后胸部一停，没有急于出脚，等着对方守门员出击，他利用这样动作晃过守门员以后打空门，球进了。现在上海队是2-0领先，烂队组织进攻到门前下来以后，上海队又把球控制住。对2-0领先以后士气正旺，通过11号李忠华沿着右路突破，鹿特丹队在组织进攻，扯边这6号控制球往中路走，向加尔望进去里面突破到门前，张伟刚及时出击倒地横扑，把球稳稳地抱在自己的怀里。10号利克尔林至边线球车到禁区里边，上来队头球解围，球下来以后还是在鹿特丹队的脚下，十号利克尔林把球挑球到上来队门前，上来队头球解围，车到另一侧以后，上来队另一个队马上快速向前推进，这个时候主裁判的笛声响了，全场比赛结束。比赛结果上海队2-0战胜了荷兰鹿特丹市斯巴达克俱乐部足球队，上海队获得上海杯的冠军，荷兰鹿特丹市斯巴达克俱乐部足球队获得亚。